天天雨下，停留在天空间，阵阵寻风，轻轻吹过，到处花草又无限。
天上，那就对人间了。哦，是吧？人月圆，咱们都有花开了。哦，人间花开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咱来个横批吧。您说，那您来。那就叫做良辰美景。哎，这也可以啊，不错。哎呀，小妮子还是有点学问啊。不能太简单，我们要增加难度。加长一点。对，加长一点。小哥先来吧，还是我先来？要有空间的哈。刚刚是天上月圆，对。千里同。哎，可以。押不押韵？我可以修改了。天上月圆，千里共婵。这个可以啊。下联。这个人间花开。你刚才那什么后头？千里共啊，我们九州同。哦。哎呦，可以吧？不错不错，有创意。哪里？几杆几杆？哎呦，那这下我有点难度了。啊，加长了。就是，团团圆圆。团团圆圆，怎么不见这两个背景了？这画面一看一定我。你看我这是有技巧的啊，小哥是团团，您是圆圆。对，我是有点满月。哎，这真巧，咱们这个大陆啊，有一对熊猫要送到台湾啊，对，它的名字就叫做团团圆圆。刚才他已经说了良辰美景了，您还继续按照这个良辰美景走。啊，行，来，那就叫做良辰美景在今宵。好，可以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祝大家在中秋节啊是要团团圆圆。是。知道吗？当天路上到更多信息上。